各位，再来题目三，好，加油哦。来看一下哦，我们的题目是吃止痛消炎药，然后又吃了烧酒鸡，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嗜睡、无力、增加肝损伤，还有胃出血的危险。三，增加这个低血压的危险。哇，这很少人吃止痛消炎药，还在那边配烧酒鸡的。对，就是很想吃嘛。我目前全错，这题要拉杆了。你们两位跟他反着选就对了，绝对不一样。哎，一，真的不一样。我个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真的吗？对，就是因为为人算是非常的害怕，急公好义，好不好？然后常常在这个捐钱铺路，哎呦，什么修桥之类的，哎呦，所以朋友也多。然后朋友就一直找，然后你又不能盛情难却。我虽然病快要好了，他说那你现在是很难过，我说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快出来啊！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去就不是烧酒鸡，那天还喝很奇怪的，那时候那个红牛刚刚引进台湾 ，Red Bull 有没有？哦，你喝这个 Red Bull 加巴卡。我感冒快好了，然后那一天我喝的有点多，就是真的是喝多了，但没有到醉到死那一种。我躺在床上是又醉又睡不着，因为有 Red Bull， 又睡不着，然后感冒又开始复发了。我就比前面那一次三天感冒三天的第一天还要难过，更痛苦。你刚刚讲到一半，我突然想起来，很合理吧？我知道，不是。是因为我真的不是，我差点被你给说服到。你选的是增加肝损伤以及胃出血的危险。对对对。好，来。你刚刚讲的东西，可是我现在先提醒，我记得一件事情，我是真的有实际听到一个我妈妈的朋友，她的小孩，他是因为喝了酒，结果后来回家，他本来就不好睡的人，所以他每天晚上医生有帮他开类似镇定剂还是什么那样，就是让他助眠的药。可能那天可能因为应酬，所以酒喝多了，就他回家忘了，还是有在吃那个药，后来隔天就走了。请你跟我这样过，吃那个药，后来隔天就走了。我现在想到这件事蛮重要，我要讲。但是你刚刚讲的，我把它差点混在一起，我才想到说，哎，你说你会嗜睡无力，我就想到那件事，我想说啊，是不是因为嗜睡无力，然后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你突然不舒服，没有看到一道光了哈？没有，好险好险，好像有人招手，后来又把我叫回来了。我妈叫我吃饭。什么啦？不是，我还好，没有。对，因为这其实喝醉酒后还记得吃感冒药。喝醉酒后连澡都会忘了洗，我怎么会记得吃？这也是。好，那你为什么是这个？后来选二。对，后来我觉得它应该还是二。肝或胃。对，因为其实那个烧酒鸡，其实那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会促进血液循环嘛，会跑得很快。那这个时候它酒本身对胃已经很不好，所以如果有一些内出血的或什么，它就可能血会跑更多啊，然后增加肝的损伤，一定会，因为它是酒啊，酒就伤肝，可是有的伤胃。可是有的中药它是要酒当药引哦。对啊。哦，那你有所不知了，不是那个酒是要煮开的。酒要煮开，你酒当酒席，哪有人？哎，人家你笑太大声了，你听不到吗？就是因为消炎药。我来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你听一下专家的解答。救一下。选一，后来就觉得其实我就算不吃药，我光吃烧酒鸡我也会无力，所以选那个答案真的太肤浅了。所以我选二的原因，烧酒鸡为什么会无力啊？就是那个有酒就会醉，就会无力，本来就会无力啊。你酒量很差就对了。对，他只吃辣不喝酒。可是我选二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记得以前看那种止痛药的广告，他会特别说啊，我这个药不伤肝哦，所以那反推就是大部分的止痛药都是伤肝。肝的对不对？对。那你喝了酒之后，酒也需要肝去解，就是肝要分泌去解那个酒精嘛，所以你就是肝要 double 用嘛，就是你又要去那个药本来就伤肝了，你肝又要去解酒精的毒，所以它好累哦，所以一定就会伤肝。哎，他虽然骂我肤浅，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有道理。比你讲的那个合理很多，这个算是公道，你知道，说你不好，你还给他按赞，不是他那个肝的 double 用这个词，我觉得很奇怪。对，你这个可以变成人家广告词，哎，你的肝还在 double 用吗？但真的对吗？来，一样吃。其实雨妮真的很聪慧，二是对的，没错。解释的逻辑是对的，解释的也很对，昨天聪慧有真的，杨老师肝 double 用。怂的一个广告 slogan 对了，肝要 double 用，小心哦，不要让肝 double 用哦。这种感觉是黄西田跟小钟在拍的广告。
那胃呢？胃出胃好，就是我们先分解啊，就是第一个就是酒的作用啊，酒进入体内其实是个刺激胃黏膜的一个不好的物质，所以它对胃是伤害的嘛啊。然后那第二个呢，就是酒精的代谢要在肝脏代谢哈，所以那我们再来看止痛药，其实止痛药是有很多族群。那简单的来讲，止痛药如果不伤肝，它就是伤胃，大体而言就是这样分。所以你今天配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止痛发炎止痛药这一类哦，你配起来不是伤肝就是伤胃嘛，再加上刚才我们就说酒是两个都用，所以它真的是 double 伤胃 double 伤肝。你看，医生都用了，有没有 double 伤？那如果我先喝一个牛奶垫个底，然后再吃烧酒精，好保护胃。虽然它保护胃了，但是酒在体内哦，本身是一个刺激发炎反应，所以就会变成你在这样的状况就会变成你就会更发起来。所以就是假设你扁桃腺肿起来，你就喝酒喝看看，等一下保证你会更肿。除了这个止痛消炎的药之外，还有哪一些药物可能遇到了酒精也会产生很可怕的副作用？第一个，如果你本身感冒，医生觉得说你可能有到支气管发炎的话，你又给支气管扩张剂，它又出现了。如果你感冒有吃支气管扩张剂的话，你又喝酒的话，这个酒精会加重支气管扩张剂的药效，一样手抖、心悸、失眠。这第一个。会开支气管扩张剂，主要是因为它有过敏气喘。不是，应该说他的感冒有到气管，那病人已经有时候在我们临床中会听到病人那种哼哼的声音。在有家里有气喘的妈妈一定会知道。那个小朋友如果到支气管发炎甚至气喘的话，凌晨三四点会听到那种哼的声音。他就需要开这个药。就需要这样。那很多大人他有支气管发炎，可他都不知道，因为他自己没有听到。那我们医生用听诊器一听，就听到他呼吸的末端有那个声音的话，医生就会开这个药给他。那一般我们都会特别注意说，跟病人讲，你吃这个药，女生从半颗开始吃，因为有些女生体质比较敏感，一吃了之后，她本身就会有点手抖心悸。那再加酒的话，会让这个效果更大。那这话，你本身有一些心脏，它有在吃一种心血管扩张剂的，像这帮像那种舌下含片，就是要吃有心肌梗塞的病人，那酒精会促成血管收那个扩张。可是酒精很特殊，它有时候在某些浓度会造成血管扩张，但过了一个之后，它反而会造成收缩。可在扩张的这个情况下，会让血管更扩张，它本身会血压会降低。它血压一降低的话，病人有可能会晕倒。那这块，刚才罗安有提到说，如果你喝酒再吃一些所谓的一些神经的安定剂，因为本身这些神经安定剂有抑制呼吸中枢的作用，酒精的浓度过高的程度也会造成呼吸中枢抑制。大家最近有个案例，有个女生喝了很高的浓度的高粱酒之后，为什么后来就挂点了？你说是因为灌酒？对，因为那主要酒精浓度过高的一个程度之后，会造成心脏麻痹，还有你的呼吸中枢受抑制，所以你有可能喝酒又再加这安眠药或镇静剂，最后呢，你可能呼吸被抑制之后，这样一睡就不行了。那中药的话跟酒的搭配就还好吧，因为药酒也就这样子嘛。大部分的中药都是反而是要用酒来萃取或者是酒来送服的，比方说补养的、叠加损伤的。但是有些情况下，有些中药是不能够配酒的，尤其是安神、镇静安神，还有刚刚讲到那些磁石或者是珍珠粉这类的比较高贵的药材是不能够跟酒一起吃的。珍珠粉不能？珍珠粉啊？因为它其实是含钙质，而且它是镇静安神、重症安神的效果，它跟酒会起一些化学反应，在身体如果你胃不好的话，反而会伤你的胃。所以这一类的药材，尤其是安神类的，大家都不能够来一起配药、配酒来吃这样子。那除了不能配酒，还有没有什么不能配的？是不能配廉价酒，还是说泡的拉菲是可以的？其实中药不能够配酒的情况是比较少，可是如果碰到的时候，不管是廉价酒或是高，就是比较白酒都不行。那其他像刚刚讲这个牛奶，其实我要提醒那个柔安，就是说你真的不小心喝到农药，不要再自己去喝牛奶了。对，其实现在最新的观念，老人家说的啊。对，所以最新的观念是真的都不要吃任何东西，也不要尝试自己先去喝什么东西中和它。他说：“哎呀，你忍那么久，终于说了。”我还记得啊。我在劝你以后心情不好少喝牛奶。农药的酒不行，牛奶也会影响到中药的效果。对，因为牛奶它有些物质容易跟中药补益类药材产生沉淀物，尤其是刚刚讲这些当归、人参都很高贵的药材，那你又喝了牛奶，那等于是白吃了这些中药了。是隔几个小时都没有用吗？这个就是要隔两个小时，因为牛奶是食物，就是看胃排空的时间。然后第二就是新鲜的蔬果汁或者是生鲜的果汁这一类，因为果汁它大部分都是偏酸的，再来就是它偏寒，所以一般吃中药或者是西药大概也都不会配果汁了。然后再来就是比方说，你平常会喝一些什么汽水这个，或者是
白糖，汽水里面有糖嘛，对不对？因为糖里面红糖是补益的效果，那白糖是清补的效果，它也会影响到中药的药效，所以不能够拿汽水或是糖水来配中药。啊，不能拿可乐，真的不晓得，因为中药很苦，很多人尤其是小朋友，对，吃完苦药都叫妈妈就给他喝糖。我们所谓的配，真的就是说，我现在用开水配了中药，对，可是真的马上就喝一口，这样也不行，这样就不行，因为你要隔一到两个小时，可是有一个甜的。我现在用开水配了中药，对，可是真的马上就喝一口，这样也不行，这样就不行，因为你要隔一到两个小时，可是有一个甜的，就蜂蜜是可以配的。如果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可以配蜂蜜，因为大部分补养的药可以加蜜下去吃。所以小孩子如果要让他调身体，就只有蜂蜜可以抚慰他那苦苦的嘴。其实如果小朋友从小吃中药，他很喜欢那个味道，我们会故意开比较甘味的，像甘草啦、当归啊，都很好吃的。哦，记得小朋友一岁以下不能吃蜂蜜。对，对对，小朋友也是，因为它也是很重要，最好就是三岁以下带都最好都还是不要。好，那营养师，我们在吃药哈，我们总是因为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吃药它要小心的地方。当然吃下去发挥最大的效果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什么饭前、饭后、睡前啊等等啊，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要遵循最好效益的？其实应该就是说哈，就是照着药单上面，睡前、饭前、饭后，就是有时候照三餐，然后再加一个睡前，其实那个就比较就是你的那个时间不用拿捏的那么准确，那个意思大概就是。就是我的大概就是一天有吃到四次的那个药的概念，对。那因为有人就会问我睡前要多久，你知道吗？这个睡前多久，其实有时候跟晚餐很接近啊。对对对，他们的困惑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其实如果说像这一般感冒药，那个睡前多久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那只有抗生素，你就是要看那个时间，因为它为了保持最高的药剂量。那另外有一些就是睡前他会斤斤计较的睡前，是因为他要失眠的用药，他真的就是要在多久之前吃，然后起始点才会出来。然后才会有意义，所以就是要看清楚药单的那个部分。那再来有一些是空腹吃，真的会有药是空腹吃，或者说饭后两小时吃，那也就不要给搞认为说这会伤胃，然后就想说我一定要饭后吃。其实不是所有的药都会伤胃，它空腹吃一定有它的意义，就是避开其他食物对它的吸收。对，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这些东西，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吃药的时候，不管是中药西药哈，综合维他命或铁剂，就都可以先暂停一下，或是至少间隔两小时，因为有时候他们的矿物质会影响到这些药的一些吸收的部分。那如果是一般那种照三餐吃的那一种哦，那就是吃完饭，对不对？对，我可不可以一吃完最后一口吞下去饭了？要马上就吃，大概其实半个小时内都没有误差啦。对，那你饭后超过两个小时，真的就是有意义的差别了。哦，那就不行，因为那一团食物已经跑下去了，接下来就跑到小肠去了。哦，所以饭后就是两个小时内。内，对，最好就是半个小时内就差不多了。对，补充一下，如果是糖尿病的饭后的话，就是饭后马上就要吃。对对对，饭后就要马上吃。如果糖尿病的药有饭前跟饭后，那你那个饭后的那颗大大颗的，就是饭后吃完马上就要吃。立刻吃。你那样子的话，因为你这时候血糖已经开始升高，如果你再晚个半个小时吃的话，可能血糖已经飙。太高，药效在发作的话，这样子其实糖尿病就表示控制的不好。哦，糖尿病药饭后就是马上吃，每一种药还是不一样。不一样哦。那保健食品嘞？保健食品很多人哇，台湾太爱吃了。那跟药中间的搭配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其实保健食品哈，现在目前因为全世界使用量越来越多了，其实相关的一些临床上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那目前我们大概知道，像抗凝血剂哈，它是一个最常对所有很多的保健食品都会有一些相关性，有些是正，有些是负，有些正就是加成负就是等于就是抵消。好，一般来讲哈，抗凝血剂，例如我们会知道的，像是银杏、当归，然后还有这个辅酶 Q10， 这些东西都是人参哈、党参哈，这些全部都是跟它会有相关性的。所以就会建议就是保健食品，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有时候感冒或是某一些的生病状况是一个短暂性的，你就干脆就这段时间不要吃。除非你这个药是一个很 long term， 为了一些目的性的哈，那当然就我们就还是保健食品继续吃，可是我会建议您给你的医生或营养师或药师至少评估一下。那王医师是不是最后再提醒一下，食物跟药物搭配能够比较安心的原则？我们常说有时候你都只看一个医生，他都知道是最好，可是因为现在的病都太多，可能病人会看30个医生，但最后面的医生或是有几个医生都知道你的用药，然后都整体评估了之后，其实现在医生都是很开明，你跟他讲你吃什么，其实我们医生都可以知道。那只是有时候比较特殊，其实有些中药的东西真的我们西医本身是比较弱的，那其实找年轻的那个中医师，他可以了解到中药跟西药这些一定要找年轻的，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对对对对对，真的。有人说要漂亮吗？对，我们现在聊看医生这件事嘛，要年轻又漂亮，大概就这样哈。
自己看医师都是找年轻。好了，所以呢，其实哦，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在用药上面要注意须知啦。不过里面还是要几个原则要掌握。第一个，很多人啊，尤其是台湾人，很不爱开口问医生。对，就是如果你面对医生说，哎，到底怎么回事啦？哦，然后我的药到底有什么东西啦？不然你不问，你不晓得什么药，我们是要注意的。对，不了解。啊，第二个，我们如果有其他你自己本身在吃的保健食品啦，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用药啦，哎，麻烦你就把它记下来，到医院诊所去，你把它拿给医生看。所以当他开的时候，他就帮你避开所有的危险性，你才能健康。不然吃药下去，反而招致危险更不好啊。对啊，哎，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揉安全雷达，对不对？全部答对。进入，马上去参加金头脑。谢谢，那个奥子的地方啊，对，奥子是他走的啊。没有，观众是知道的，奇迹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好了，今天谢谢大家参加，谢谢大家分享，谢谢。竟有恐怖健康危机，我们家有的也是那种像玫瑰炎，就是你桌上摆那种。哦，我们家玫瑰炎在煮菜啊。在美国研究期刊有写，长期这样吃，一，孕妇容易早产、流产；二，小孩子学习智力会不足。明天晚上八点，请你跟我这样过。接下来播出《小宇宙33号》。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